这个是恒威品牌的一个牌套，然后就是今天拿到之后呢，发现就是那个质量是非常的好的，然后它是背面是磨砂的，所以在对于打牌的时候呢是就是不会太过滑啊，然后它的牌的那个这牌套的这个质量都很好，就比较硬，它不会像一些劣质牌套就是会一撕就破，这种是不会的啊，就非常好。然后还送了一个，就是它附带的一个这个牌盒呢，就是可以装卡套的，我们现在都是已经来装卡套用的，就非常好用，这个品牌非常好。这个恒威的这个牌套，因为我平时用的都是之前用的呢，都没有什么，也没有专门去选过牌套，然后呢现在试用了一下这个牌套的感觉，有几个优点嘛。第一是这个牌套呢，它背后是磨砂材质的，然后呢它用起来呢，就它的手感很好。然后呢在洗牌的时候呢，不会出现其实那种牌套就很容易滑，很容易把牌洗出去的情况。第二个呢，在洗牌的时候呢，它的边角不容易卡在一起，导致这个牌套边角磨损。这个呢至少目前来说肯定没有，因为洗了几次之后呢感觉都挺好的。然后呢剩下的就是这个牌套呢，它的整体占地面比较小，然后呢你可以看到一张牌怎么样去呢，没有比平常牌厚太多。就整套牌你看40张在手上一个手上破出来。有些牌套呢它会比较大，就比较大的情况呢就会导致有可能会导致里面的牌底会滑出来。第二呢是它如果太大的话一手拿不下，然后呢它会把这个牌堆垒得很厚，然后那样你洗牌也不方便。我是万字牌的牌手，然后我今天用了这个恒威的牌套之后，我觉得它洗牌的时候挺手顺的，然后它那个牌面呢不会太滑，然后就很适合洗牌的时候不会掉牌，而且那个价钱也不贵，很便宜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之后还会用的。